到布拉布恩店，通常我们来到布拉布恩店晚上的节目就只有看看星星、唱唱歌。可是今天这里有了新的节目，那就是晚上喂鱼吃饭。吃饭呢？吃饭呢？叫你的朋友来吃饭啊！大家吃饭呢？还等啥？吃饭呢？欢迎吃饭了！救命！救命！看一下原本没有鱼的，一丢下去，放会不会太大力？OK， 等我完成。所以各位观众，以后来到普恒店晚上不只可以看星星，我们还可以喂鱼吃饭。跟观众 say hi。你们是谁？这是我们的工厂。传说中，灯塔上有一个人跳下来变了美人鱼。